大家好 ,STEDOM, 今次就介绍 Tiny 微影会员限定的 E500mmC facelift 啦。咁今次就是呢个33号巴士的广告。巴士。是啦，咁四围都就咁话会员限定银盒呢啲就都唔系啲咩太特别啦，已经多到见惯晒啦。咁今次就唔知边一道水贴啦，架巴士唔用胶袋，而系用牛油纸包住，系啦，推起上嚟几顺嘅，跟住呢度啊，几有趣，两节式嘅呢条线。系啦，咁啊，扮翻真车，咁佢系冇对准到嘅条线，系啦，唔好清楚九巴设计呢个广告时计错咗啲咩数啦，贴呢个广告嘅时候对唔准嘢个位，咁其余就系啦，讲条线几快咁咯，喺荃湾西点样好快去到 Mega Box， 喺农场都得快，咁去油塘。系啦，今次唔系精简版啦，所以有翻晒啲咩载客资料、太平门制咁。系啦，咁啊就咁 KMB 啦，冇个九字嘅。咁另外一边就反而对得准啦，有趣地系啦，一边对得准，一边对唔准。不过啲可惜佢就唔系银色线啦，而系比较冇咁反光嘅灰色咁。咁你显示啲地点都一样嘅啫，系啦，全身33，带你去九龙湾，直达 Mega Box。车顶啦，都系城市脉搏，最基本嘅、最原始嘅红巴花纹啦，咁啊加咗咁嘅广告。其实呢个广告设计唔错嘅，将呢个红巴嘅花纹呈现成一条路线咁。系啦，可惜佢呢个计错数歪咗啲。咁我睇埋个 poster 仔啦，33系荃湾西站啊。呢边嘅侧面牌，呢度就系啦，经九龙湾商贸区，车尾应该都系荃湾西，系啦。咁就睇翻车牌啲嘢啦 ，VR7897。咁啊，根据阿 Crossbus 嘅资料，佢嘅车队编号就系 ATENU1567，系啦，咁自然都系九龙湾厂。咁有趣地，佢呢架车唔系33号线嘅挂牌车，系啦，即系唔系固定行呢条线，反而系挂咗290，系啦，290嘅车嚟嘅。咁但系今日3月14啊，行咗116。系啦，唔好清楚九巴点决定咩车整咩广告啦。系啦，尤其呢啲路线广告，就整咗上架行第二条线嘅车，硬系个怪怪地。算啦，应该冇乜人理嘅真系。咁啊，搵边架嚟做对比啊？真系攞架，攞最新嗰个 ，kick 住咧，出唔到。13D， 系啦，始终都系 KMB。系啦，基本上就系呢一个广告嘅分别，其他就一样人差。暫時唔係好清楚邊一度佢係水貼啦，始終 zoom 埋去都冇一點點。
系啦，唔知点解今次要用牛油纸？咦，系喎，呢度都有个牌仔。呢个系卡纸定系胶牌嚟嘅咧？如果真车嘅话，呢、這个真系系啦，冇咩印象见过真车，可能经常见过嘅，但系都冇咩印象啦。有月票同 WiFi， 咁再旧啲嘅版本就有九字啦，呢度咁全黑色咁。不过其实都系同一个帽，因为今次系呢个最咩微影最初嘅呢好旧嘅模具啦，我唔知一几年整嘅啦，已经一几年整落嘅76号金巴帽，咁所以系有倒后镜啦，同埋好奇怪地呢度有块嘢咁咯，系啦。不过我个人觉得都还可以嘅，都唔系太核突，系啦。只是相比起他之后出的 12.8 米会很怪就这样看 OK 的。是啊，今次这架车的介绍就来到这里，应该会是我第770架车，如果我没计错的话，可能计漏了一两架的，不过应该都是因为重复了，所以没计到。喜欢就 like， 记得 subscribe， 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